吴信贤的发球，小球。信贤刚才第四局休息了蛮长的时间呢、啊。哎呦，林政伟在这一局一球一分呢，真的，而且这几个球呢，其实郑玉生的这个接发哦，都有到这个呛死爆的这个好球带的位置哦，所以呢，也可以让林政伟呢好好的来发挥啊。中研的自由球员郑玉生今年也是大四，他高中是来自于浮城。